你再进一步看，当他心疼宝玉，不由自主的说你就被打成这样，别人不用说，我们看着也心疼，这我们看着也心疼，刚说了半句话就吞回去了，这个时候做出一种扭捏的样子，这是女孩子不由自主的吐露的那种心声，那种对贾宝玉深藏于内心的那种疼，那种惜，那种爱，不由自主流露出来，但那立刻压回去了，这就是薛宝钗。所以罕言寡语，人谓装愚，装愚是装傻，愚是中国古人的一种美德，尤其儒家传统的一种美德。孔子就曾经称赞他的最得意的弟子颜回，说颜回是终日如愚，每天就像傻的一样，他不是真傻，是假傻，是沉迷于一种，对颜回来说是沉迷一种学问，沉迷一种人格的修养的那样的一种傻。所以很多的古人给自己起个号，起个名，给自己书斋起个名字等等，都用这个愚字，叫守愚或者叫愚斋，像柳宗元连自己门口那条溪他给他起名叫愚溪，那叫愚溪，就是这个愚，但这个愚叫装愚，这里头多多少少就包含着某种反讽的味道，叫人为装愚，人家说你是装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么安分守时，自己要辩解，说我叫守拙，我不如别人，所以我要守拙，我真的不如别人，是真的不如别人吗？肯定不是。对薛宝钗来说，她明明知道自己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强，但她绝对不像林黛玉那样争强好胜，也不像王熙凤那样争强好胜，她善于守拙，善于隐藏遮掩自己的那种聪明，那种才能，这种聪明才能绝对不露在外面。所以小说中评价薛宝钗这样的人，就评价她叫会做人。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头有两种解释，一种解释是个体的人，一种解释是社会的人。这里讲会做人，不是会做一个个体的人，而是会做一个社会的人。咱们经常讲这个人很会做人，讲的都是他会做社会的人。这个人如果会做一个个体的人，咱们说的是他不会做人，因为他太自私、太自利，或者太自爱、太自诩了。薛宝钗完全不一样，薛宝钗的会做人会给你种种不同的感受，有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很喜欢他，觉得这样会做人很可爱。比如说第22回写贾母第一次大张旗鼓的给薛宝钗做生日，这又涉及到《红楼梦》小说的一种叙事手法，我后头讲，叫不写之写。我刚才也说到了，小说当中没有写贾母给林黛玉做生日，偏偏写贾母给薛宝钗做生日。应该说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，亲亲的外孙女，贾母和林黛玉之间的那种血缘关系，那种亲密的关系远远超过了贾母和薛宝钗那个关系，那是外人，薛宝钗是外人，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而林黛玉有。甚至像王熙凤所说的，像林黛玉这个不像你的外孙，看着就像你的孙女，你亲生的孙女一样，是吧？嫡亲的那个孙女一样，是非常疼爱贾母，是非常非常疼爱林黛玉的。所以她让林黛玉和贾宝玉住在他的身边，挨着他，因为这俩人他最喜欢，一个金童一个玉女，他最喜欢最疼爱。但是小说当中偏偏就没有写贾母给林黛玉做生日，写的是贾母给薛宝钗做生日。你可以看出贾母心里实际上是有一杆秤的，就是贾母对薛宝钗的那种态度，那种评价和对林黛玉那种态度和评价是不完全。那么怎么不一样，大家可以再进一步分析。小说里头写贾母让薛宝钗点吃的东西，点听的戏，
而薛宝钗在点的时候，不是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自己喜欢听的戏，她点的是长辈喜欢吃的东西。长辈爱吃甜的，爱吃烂的，我就专门点一些甜的、烂的这些东西。那么长辈爱听的戏是热闹的，让人喜欢、让人高兴的那些戏，那么他就专门点那些热闹的那些戏。这里头可以看出，薛宝钗的确很会做人，但这个会做人应该说是正面的一种表现。你从反面的评价，也许说你看薛宝钗专门迎合别人、讨好别人，但你从正面来讲，她是对长辈有一份孝心，这是对的，这也是应该的。